以假乱真，张景纯向吕慧仪成功求婚，网民纷纷祝贺。吕慧仪与张景纯在处境剧爱，回家之开心速递女终于传出喜讯。张景纯饰演的工业在昨晚播出的一集当着洪家家人面前，跪地向吕慧仪饰演的洪若水求婚成功了。二人昨晚在播出这集后，各自在社交网贴上多张即影即有相，吕慧仪留言家人就是最佳观众，张景纯则留言不需给我更大乐园，始终家里最温暖，在家里和在家人见证底下是最好的时间和地方，还透露是善立文当刻捕捉的即影即有照，所以很有真实感。网民纷纷留言祝贺，当真一样，如果是真就好啦，恭喜公生公太排除万难终于收成正果，以后都甜甜蜜蜜幸福满泻，恭喜公生向公太求婚大成功，全网 case 粉见证公水夫妇人生中最珍贵的一刻，呢两个月呢不开心又睡不着，开心又睡不着添，公生公太我哋成班公水党排住队做林记等，饮你哋嗰餐假唔好要我哋等两年咁耐啦。